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我们出天比生公园所提供的节目。哇，现在有感觉吼，湿冷啊，湿冷，因为落雨啦吼，天气啊风阁真透吼，啊，人讲寒的感觉有一点点啊吼，啊，所以咱的朋友人讲穿少，开也食补啦吼，这较早老大人定安尼甲恁讲，莫结肥。身体是咱下，咱来家己照顾，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这部呢哪个进行，然后再来跟咱的道亲来开讲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早安吉祥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麦是收听一段翁妈咪变的风，这是咱上接吼啊，会加咱的吼道亲接受的这个乐曲啦吼，还是讲佛曲啦吼。翁妈咪变的风，最主要吼啊，咱伫这个消灾吉祥新酒啦吼啊，咱这个十小酒来滴，咱上接接受到的吼，所以讲听会感觉吼呢精神真好啦吼。来听一段就好啊。
在人拢讲人死会留名吼，啊，圣人留啥留经，讲人死留名，圣人留册，会当造福千秋万世。都敢那吼，咱这个儒家有五圣，孔子至圣，啊，佮有这个颜回是佛圣，曾子就是宗圣，明子就是阿圣，朱熹就是率圣。儒家有五位的这个圣人呐、啊，留下四书，啊，佮有这个《论语》，咱讲四书，啊，这个《论语》啦吼。这个明子大学中央，后来这朱熹辅助呢，称为四书。啊，人讲五圣出四书，颜回呢就无做册啦吼。颜回，伊嘛是吼，咱讲孔子的这个正好这个门生，但是伊都无做册在这人间。讲人死要留名，圣人吼那。那是已经是圣人，你就爱留一挂，予咱遮，予咱讲千秋万世后壁遮所有的人呢来学习，对着因的脚步来行。咱讲逍遥人运，顺应自然啊，感受生命无常。咱要追求生命真正的目的是啥？那是一种心的领悟而已啦吼。甲这个生活的体验，每一个人生活有体验到无？啊，咱讲苦乐平常拢。在咱的身躯边，然后欢喜的，咱就讲足快乐的，活个真欢喜。啊，若无快乐，咱活个真郁卒。所以吼，咱讲人是精神上，然后这个修养，咱要哪去超越这个苦乐？入世、出世，大家嘛讲啊，入世爱踏实，出世爱潇洒。啊，人呢，伫这个事业也好啦，修道也好啦，真正是无跨无界，然后。你要讲事业修行两无碍，啊，就是半淡薄时间提升咱家己，那是一种心的领悟而已啦吼。啊，卖甲讲哦，这个生活体验来去拄到好的，咱欢喜；啊，拄到歹，咱唔爱去接受。时间嘛，同款啦吼。咱人定吼，咱讲哦，人来到这个世间哦，咱上界无多厉害，就是时间，为啥物？因为24点钟，你啊看，迄时间咧滴滴滴咧过，人的时间，吼、哦，咱的时间观呢是着，吼、哦，咱这个人意思啦，吼，其实好的你嘛留袂掉，啊，歹的你嘛是安怎，随着这个时间，哎，伊嘛偷偷啊过，我们总是会累积到无穷无尽的未来。先来讲，这个无穷遥远的过去，咱就是咧讲老来者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无穷无尽的过去啦，吼、哦。啊！这科学家讲要甲计算，讲地球到底有偌久？讲46亿年呢？哈、啊，46亿年哦！啊，人类的寿命来看，啊，时间呢，会使讲过真啊，久起来46亿年。啊，咱每一个人的这个寿元呐，有通来加36000人呢？啊，46亿年，你看要来去推算，有足长足长的时间哦。哦，咱了未吼有地球的进程？诶，咱嘛无多去计量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到底是咱干哪？一旦用现在、用过去、用未来，安尼去安尼，较讲较简单，咱就听较有啦吼、哦。我咧讲啊，地球46亿年啊吼，啊，咱即嘛呐，呐讲哦，啊，佛祖咧讲，还是咱即嘛道教咧讲啊，拢同款讲三世，三世就现在、过去、未来嘛吼、哦。啊，今仔日过就是昨，对不？啊，昨咱想的代志。啊，是过去的代志，迄就昨啊。未来就是明仔嘛。啊，昨也有过去吗？有啊，也够有迄个昨个过迄个昨呢吼。啊，所以以此，咱安尼去甲推算，咱人未出生迄一个开始吼，也够有迄个过去生。啊，这个人间呢，是不是有一个限度？啊，因为有过去的过去，无数的过去，啊，人间甲时间汇合，所以咱即马就咧找啥？咱即卖咧找讲吼，爱咧较早迄个过去，咱即卖咧讲的今生所拄到这个因果，变来去甲整合啦吼。所以讲啊，人咧爱修缘呐，啊要先修啥？咱有遐尼侪、遐尼侪、遐尼侪过去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呢，啊咱要安怎去甲整合？首先，咱来先整合咱的心啦吼、哦，咱的心呐先整合，咱要甲修缘了就简单，修人般缘，就是你的心生啥？跨界先提掉，烦恼先提掉，忧悲苦恼先提掉，这所有种种不满先提掉。在那个提掉，咱讲哦，每一刻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怎个代志，甲今日个无同的当下，
那么现在讲过去，啊，过去讲现在，啊，时间不断的安尼咧过啊，对不？下早起咱爬起来吃糜啊，他八点呢吼，啊，即卖已经九点几分啊，啊，这就叫做虚空的法则啊，时间不断伫咧安尼过，这叫做虚空法则。啊，人的一生呢，犹如一个时间同款，然后你说要把它拨慢一点吗？无可能，然后。所以你要甲播慢一点也不可能，那你要怎么办？讲白二十四点钟啊，啊，都人人伫这个世间呢，最表象来看，哦，不管讲伊是尊卑还是说贫富啦，吼，是上上拢是真正的平等。小老公，因为大家拢是食三顿，只是食较好，食较歹，吼，咱拥有相同的二十四点钟啦，吼，所以咱也免去甲分工啊，什么人得较济，什么人得较少。有智慧人啊，付出做代志的时阵，则是利用时间呐。吼、哦，啊，那无呢？你个规工无所事事，这个、时间对你来讲嘛无路用啊。伊就只啊晃啊晃啊，就这样过了。我、哦、你讲加困两点钟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两点钟困嘛是空白。咱是利用着时间去做代志，迄、那个时间则是真正对咱有利用的价值。所以吼。哦咱要甲讲哦，敢那咱人哦，敢那袂输咱电脑内底存档同款呐。生命有迄个储，有这个储存槽呢。每一工呢，咱会将时间甲清空，啊，着个为一个开始，对不？二十四点钟啊，哦，着安尼，着啊，咱用这个电脑去啊存档，存档咱的过去，好、哦，存档咱一切因。点点滴滴，所有种种的一切，所以咱来到这世间呢，平等的分配啊。你有偌济，伊就不分配予你偌济啦，无咧贫富贵贱的分别，因为这拢是咱家己啊，对不？所以有真济孙仔仔定咧讲哦，啊，咱也不如人，咱不如人，应该是咱拍拼无够。啊，咱不如人，应该是吼，咱清醒的时间较少，困昏睡的时间较济，所以咱。时间是平等二十四点钟，大家拢有权利去甲使用啊。但是有个人都甘愿昏昏沉沉就这样过，所以咱讲公平的法则，每一个人拢同款，你制作无同款呢。每一个人随着时间去制作无同款的经济啦，无论好事啦是歹事啦，拢是会存档哦。你今日呢吼？啊，做着歹代志，咱嘛该存档。咱卖讲啥，咱今日犯着唔对，那咱的政府内底档案有哦，有啊。所以人会讲啊，做啥记录啊？你这个人哦，已经哦，伫咧这个警察局内底有记录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要讲有做啥物歹代志，人第一个就会想到讲，哎，某咪人曾经捌做过这个代志，第一个人就找你啊。啊，你讲要甲抹消。所以讲，这个记录是好的，还是这个记录是歹的？唔只是干那讲吼，咱的派出所啦吼，啊是讲咱最基本的，咱讲地方法院啦，你有犯过错，唔对，一直人都一定该存档记录啊。我讲咱人有一个道德良知的存呢，吼，啊，甲咱的笑，你甲咱牛呢，那有可能讲哦，咱累积好因未得到好果，一定有的啊，吼，啊是有的人，咱也卖去做恶，啊做代志吼。啊，唔卖讲想过头超过，那咱来世间应该是吼，咱会当把握啦吼。啊，咱讲静下心的静止，啊，卖时间空过，应该啦吼。咱会当好好伫即马今生今世，好好甲拍拼一番啦吼。生命是有储存的，时间是有限的啊，但是每一工啦，目睭若白金哦。咱知影讲时间无偌济，啊，唔通白白甲浪费，安尼就好啊。时时刻刻，咱拢知影，吼、哦，爱安怎做，吼、哦，安尼对咱会有较好，吼、哦。那么咱就爱卖去浪费，安尼就去甲把握。所以讲分秒啦，吼、哦，分秒钟，我们都会去取这个善念，付诸于行动，就会增加善行。咱主人就靠福德因缘，然、哦、后靠福德因缘，那么这呢拢是咱做过有记录的，有存档的，吼、哦，在咱这个八识殿内底有记录有存档的。啊，既然都有存档啊，啊，那有可能讲咱分享未到伊的福报？咱即马在做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咧低消都过去唔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福报还袂走来咱家呢。但是咱哪做哪低消，低消到尾迄个福报走来的时阵，哎、欸，你不知不觉啊、哦，你就安怎、哦？原来啦吼。哦
原来我们的小小一些成果就会视线在你某一个点啊，你也过来出事，还是讲一个视线在哪一个地方都不知道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是公平的啦吼。时间是公平，人来世间做人，只要你有一分的努力，一分的打拼，有累积到福报，永远你拢得得到你的成果。早甲慢尔，吼、哦、早跟晚，他说还是要做啊。啊，你讲我这世人都真歹命，真歹命，来加减勤。给干嘛勤一挂，累积一挂，哎，下辈子吼，你还会去承受你好的果实啊吼，哎，你也去得到真好料想未到的福报咯。对菩提心运听看卖哟、现在所收听一段菩提心韵，然后也一段清凉音。清凉音就是要听心清凉。来，咱跟咱的道亲然后啊进一段广告。所以咱毕生公所制作的吼，所甘蔗，咱的灵草香，咱逐工呢都有人咧叫香啦吼，叫香款啦吼，叫熟茶，叫贡末。啊，这就是结缘，因那个香品，就是咱厝内底敬妈祖啦、敬王爷啦、拜佛祖啦吼。三高圣言，咱不可能讲干来用手拜拜的吼。所以咱讲日常生活，咱的香嘛，更足重要的就对了。早唔烧香，
所以人讲拜公妈啦，就是心中对愿啦吼。公妈就是一种纪念，咱对咱的历代祖先的一种纪念，叫做顺宗追远呐。啊，咱要拜神明，咱就爱会记哩。公妈嘛是爱拜，心中对愿是对咱的子孙呐吼。啊，咱讲要缅怀咱过去，咱的历代祖先对咱这个家庭的付出。哦、不管说咱的祖公祖妈到底有伫遐坐也无伫遐坐，你早唔甲烧香点火，就是一种啥？伊感觉会着哦，会啊，因为咱有这个血脉相通，然后你的意念就会通达到遐。啊，咱有一条隔魂的所在吼，咱讲坐为人凡世人会去听经啊，吼，啊，伊会去做伊的功课啊。但是咱你甲烧香点火，伊知影讲啊，这今日是谁？对有一种啥？吼、哦，咱讲思念。都是一种感恩的心，所以这个香神啊吼，咱讲香神，香神伊就安那背背背咧背咧，伊就会去感受着吼，咱的后代子孙对的一种缅怀，嘛是对咱这个祖先一种的尊敬。啊，像祖先啊哪修啊，家人哪管啊，对无，伊就等来报庇子孙嘛，同款的意思。所以讲神对香恩灵感。咱的祖源镇香烟，也去感受到恁的孝行，伊嘛是安怎？人讲祖上有德啊，吼，自然一修，伊嘛庇荫子孙啦吼。所以烧香有重要嘛，真重要。啊，香唔是有咧熏得好呢，唔是咧烧啊，都有咧熏得好上无啦。咱嘛用个质量较好诶，所以慈天必生讲说，甘蔗香品你会当安心点，无化芳精无色料，啊，够啥？无重金属啦吼。这不是讲阿弥陀佛讲的，啊好是爱安怎证明？因咱就经济部甲咱检验内底无污染，吼、哦、无这所有的吼、哦、这化芳精，咱就会当安怎？咱讲用天然的物件来敬神拜佛啦，啊拜咱的历代祖先，自然伊就迄个能量，迄、啊、个能量由这个啥量子吼、哦、去让它接收到。所以咱今嘛讲吼，今嘛这个量子吼。哦人已经讲到啥？讲到已经会当穿透整个宇宙了吼。整个宇宙内底迄个气啊，对这个空间哦，会当去穿梭。啊、所以人讲量子哈、啊，就会因为这样的吼、哦。所以人有时阵啊，咱对这无了解，咱来加减啊听。听到尾来讲，啊，咱的香烟到底要传去倒去？它由量子带动，因那里的质量，不管你加一点。啊，咱讲食一个物件，伊就迄个气啦。香烟就是气的带动嘛。啊，既然香烟就是气的带动，啊，咱就烧香，自然伊就会对这个吼，吼、哦，咱这个啊，这个香烟哦，成为一个量，啊、哦，成为一个能量，在化界空间然后覆盖空间，伊就会去接收到。所以咱饭食早，吼、哦，食无饭食三顿然后，饭食三顿香。点早暗，所以咱香啊，个用较好诶吼。除了必胜宫所感谢香品，咱直接甲咱做一个介绍。恁个一份香嘛，等于咱个助缘啦吼。啊，咱伫讲道也好啦，啊伫讲也好啦吼。啊，咱总是爱用着一挂啥经费啦吼。啊，所以恁一份香嘛，伫赞助咱母娘，诶，这个道场啦吼。咱做一挂多元化的吼、哦、教化啊，所以咱道亲呢。人讲烧香，买当做功德，买当扶持道场啦吼。所以梅香甲恁介绍香香圈，速查广播。好、哦，咱香圈呢24点钟的，毛4点钟的小茴香，毛咱一斤105块，俗个好用的广播。啊毛一斤吼、哦、1000块的上板成粉，咱要搁点搁较好诶，咱拢会当。好、哦，人讲点好香，要搁甲提升搁较好诶，嘛是可以啦吼。那、哦、以上这是咱香品的广告哦。来孙阿叔这啦吼，要感恩的介济啦吼，因为咱伫咱这个介绍的当中，无论是咱的虫草王哦，山高宝也好，还是讲啊，咱对这个吼虫草萃取，咱即卖有一种搁较升级的吼，讲啊，这个植物干细胞啊，这呢食啊，恁着寒天你甲食，你也感觉体力真好吼，爱当逐步更新哦，啊，你也感觉讲体力愈来愈好，啊，咱当然啦，都袂。袂乌白破病啦吼，身体呐较好，自然咱就较有迄个活力。老大人爱有活力，吼、哦，啊咱唔只要讲生活品质会搁较好。所以咱讲虫草王山高宝，或者是讲吼，啊咱的植物干细胞所萃取的，
吼，咱讲女性用的，吼，男性嘛会使用啦吼，因为这是每一个人拢需要这个营养的来源，需要吼突破，吼，啊，咱呢，吼，咱的身体更加好，所以咱今嘛介绍这五盒上一盒，咱这是用植物干细胞所萃取的，啊，是讲浓缩，啊，今嘛较升级的吼，所以咱甲用看卖，食看卖，食到尾你会感觉，哎、欸，人阿要招咱去对佚佗嘛，较好爬山。啊嘛，较好爬楼梯，啊嘛，较袂感冒，啊嘛，较袂痘，即有诶无诶，一直来，安尼就好啊吼。来，以上呢，甲咱做一个介绍啦吼。虫草王三高宝，或者是讲啊，咱植物干细胞所萃取的吼，咱甲用看卖哦吼。啊，咱若如果讲吼，有需要服务，有需要寄送啊吼，啊，咱直接敲电话591605，我关切都先给空我感恩。来，以上是广告。来，咱讲人生啦，咱拢会计划嘛吼，当拢嘛甲计划好好，对不？但是你计划好好，有时阵呢吼，人的计划，咱常讲吼，咱的计划吼。反正变化的后边，咱嘛唔知啦吼。所以无常先到，还是明仔先到。咱讲每一个人啦吼，拢不了解讲无常到底偌迅速啦吼。迄有个人吼，咧泡茶泡泡咧，嗯，啊，咱慢讲困啦，还袂到天光。有个人伫眠床顶，明仔煞无落眠床卡，是无常先到，还是明天先到？是无常先到，还是明仔先到？咱做任何代志吼，大家拢总无迄个讲我拍算好诶啦吼，我抓紧时间啦吼，啊无迄个讲吼，我即马吼决定诶，啊拢未改变啦，啊我即马吼所发诶这吼，即个愿我当时吼要来安怎，当时要来安怎，你无一定咧，你也未甲当时都毋知，都毋知讲你到底有法度，是你发诶愿，你做会到未到，嘛毋知啦吼。来，今嘛讲这吼，讲阎罗王呢，感觉讲哦，我今卖人哦，啥呢吼，修行有咧修哦，吼、哦，啊修行有咧修，但是呢吼，啊但咱今嘛呢，伫咱这阎罗王感觉讲啊，这地界的人吼，啊愈来愈侪人满为患呢吼，啊都有咧修，而且那大家拢种种为遮来，根本是方法唔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就派这吼，啊这牛头马面将军讲话，啊你去人间啦吼。哎，去看卖，去探听看卖。是安怎讲宗教遮尼济啦？啊，来佛祖遮大尊呢吼？啊，是安怎来？无为天堂去吼、哦，啊，无为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啊，遮规个拢种种为地狱来。啊，地狱即卖用要关无咯？啊，这原因到底是啥？啊，即卖吼骨头马面将军呢，讲好好好，我来去吼、哦、问看麦，啊来去世间探听看麦，我到底吼、哦、啊，即卖呢，那讲三脚步就庙，三脚步就宫，三脚步就寺呢吼，哦，啊发挥嘛做甲真认真做咧吼，啊应该这众生都大家都真有修，应该也真有天分啦吼、哦，为什么啊？那会吼无为天堂分配去天堂去，啊无为这个三圣道去咧，吼、哦、啊那拢专为地狱来。啊，地公呢，人满为患呢吼，啊，这阎罗王呢，安怎想百思不解啦？啊，叫恁这吼鬼啊呢，出去外口探听看嘛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即嘛吼，啊，当然啦，大家拢有啊，有出来啊，啊，出来甲听，吼、哦，原来即卖人了，你法官拢法官迄个法官迄个阿伯，即要创啥拢？法官讲我当时要来创啥吼？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啦，每一个人都拢还有明天。哎、欸，你甲听，你法官也是讲你做啥物代志，拢是讲哦，啊，我即马都无用啦，吼、哦，啊有啦，得到好处的大家买，吼、哦，啊但是呢吼、哦，到法院的时候，大家都只有这样说，哎，因为还够有马仔的，还够有马仔的呀，马仔咪还够有马仔，人咧就讲，哎，咱来创些啥物好事啦，吼、哦，咱来做些义工啦，啊来做无为事啦，是讲来听经啦，来创啥？无啦，我今日无闲，吼、哦，啊无练功嘞，还有时间，吼、哦，明天还有明天，啊明天还有明天呢，吼、
啊，精进心就是安尼断绝去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有人讲有啊，我冇去皈依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冇去创啥呢？迄皈依前提几啊本，但是咱如果啦精进心啦断了，吼、哦，一切都寄望在明天咯、哦。一旦呢断了精进啊，咱就会起懈怠的心呢，啊，总会走一个对，就走一下去啊。啊，你讲有啊，我皈足侪本的呢，吼、哦，啥物教我冇去听呢？啊，为什么到尾后嘛是安呢？啊，就是精进心已经断去啊，吼、哦！一旦断了精进，咱就会起懈怠嘛。啊，我们就会醉到哪里？那当然呢，就免讲啊，吼、哦！由此可知呢，人生无常，咱有期待明仔载的心无？有啊。每一个人都有期待明仔载要安怎，明天会更好，吼、哦！大家都期待啦，期待要安怎，要安怎？啊，你个想？警示的灾难有警示的觉悟无？啊，咱敢无看到这吼、個？这里，咱来讲九二大地震有无？哦，啊，也够吼，这大海啸啦，还是讲咱的这个中国大陆，迄大地震敢无呢？吼、哦，这叫惊世灾难呐！惊世灾难，爱有警世觉悟啊！啊，你有惊世灾难，啊，无警世觉悟，咱看到安尼人生无常，你该想？生死只在一瞬间，但是咱唔知影明仔载成教，也是无常成教。人生要计较啥？重要是讲做人吼，爱当下积极做该做的好事，把握你去做就对啊。好，啊，咱如果讲拢谈什么代志吼，咱阿咧讲的吼，修行嘛是等明仔载以后啦吼。啊，我有时间咧，我孙啊带了咧啦吼。啊，我即马都吼，啊个爱带孙，我都无时间，啊，工课共囥囥咧吼。可别有个人讲啊，我这都先生你爱做的，啊你拢甲囥囥咧，等甲你，和你孙拢娶好，你人嘛老啊，就是明日空过，还有三吼、哦，咱讲还有很多的事吼、哦，都还没有完成的，这拢甲囥伫明日啊吼、哦。因为讲咱生命是无穷无尽的，所以讲容易空过时光。我们应该要了解，是无常大先教，还是明仔大先教？有些呐，那讲摇落去下咱。人咱的生命的瞬间都无去啊！啊，咱拢个假假的伫马仔啊，你的马仔能敢做会到？无一定做会到呢。所以讲，今日的平安，不知来日的形态啦；此时的幸福，也不知道下一刻的情况。所以咱应该呢，时时把握当下，做得到啊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咱讲阎罗王呢，叫我派下鬼啊去问啦，是安怎？去人间探听看卖咧，啊，对我呢，寺院这么多，啊，佛光经哦，啊，所有的这，吼、哦，咱讲善的人应该真多啊，吼、哦，为什么那也无吼去天堂享受，啊，无去极乐世界去呢？所以大家拢，到尾也拢种种为这来，啊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当时啊，吼、哦，因为我们都还有那一种啥。咱拢无基因思维啦吼，啊，咱逐工咧拢会推啦吼，会推卸吼，啊，这就今仔日无闲，后日无闲，我当时我嘛无闲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因为咱无当下去甲工课做啊好，啊，变成讲吼，甲所有诶拢甲堆伫后壁，啊，堆伫后壁，等到咱无时间啊，吼，啊，无时间就无时间啊，你甲想你无做诶嘛。啊！你讲你去皈依净皈依偌济啦吼，啊！你去皈依佛啦，去皈依道啊，皈依啥？但是你都无真正做一个信徒甲教导的责任，你都无真正咧行功立德，你都无真正咧做。那么呢，你甲迄个时间推卸，你咱拢爱趁钱啦，爱顾囡仔啦，爱创啥啦，啥物代志拢还袂用啦。等甲你用，咱头脑退化；等甲咱用，咱的肉体佫袂用呢。等甲咱会使啊，我。时间都无要等你啊！时间无要等你啊！我咱有足济答应的代志，拢总无做哦。到尾啊呢，到尾嘛是空的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时间未停留，无未为咱停留每一刻啦，每一工拢爱珍惜。哦，所以人讲吼、哦，较早有讲一句话，讲吼、哦，唔通嘴大才要骨正啦，啊，这未赴；唔通船到江心啊，才讲啊漏水了，啊漏水嘛未赴。船都驶到中央啊！你到发现到这个漏水啊，这个会沉落呢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别再讲船到江心才咧波漏啦，啊波漏就未赴啊。等到呢，行到这江湖当中，才想着讲啊，这船呢吼、哦，已经呢吼、哦、漏水啊，啊这人就有危险嘛。这就是咱讲吼，
未雨绸缪的心态一定要有啦，别再讲因为时间。啊，所以吼，像咱咧讲吼，只有一个小故事啦吼。这个庄周，伊生活呢真贫困啦吼，啊，但是伊吼真正是欠这个粮食。有一届呢，伊向伊这个朋友，伊这个朋友咧做官呢，叫做干侯。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呢，伊咧干侯伊就是一个小小的官。伊干那要甲借偌济，你敢知？干那要甲借一个三升的小米，然后三升的这个小米哦，这个干好油呢，对伊讲啦，我今嘛无遐济了，你等我向这个老百姓收税了后吼，我才借你三百两金。你今嘛要甲借三升的小米啦，吼、哦、啊我吼，等下我甲这百姓收税金收了后，你另工来吼，我借你三百两金，三升小米。哦、啊！你以后再来给他借三百两金。这个庄周听了后呢，嗨嗨呢，真感慨呢。我来这个路里这嘛，拄到一个坑洞呢，坑洞内底水滴要打去啊！有一只鱼啊呢，吼、哦，讲啊，拜托给我救一下，你给我几杯啊水就好。如果啦，吼、哦，今日我来给你借这个三升小米，就是因为我厝内底完全无啊，我唔再来给你借。啊，你讲等下你甲百姓，对不？收税了后，啊，你再要借我三百两金，我敢有迄个苗等个？我若无借，夭死啊！好，啊，你无迄个适时阵来甲我救助，就等于这只鱼啊同款嘛。这只鱼啊都无水，我即马欠几杯啊水。哦，啊，你甲答应讲卖啦，我即马无时间啦。哦，我来去吼，甲这个越王参详吼，啊来引江水来，再甲你接你，互你登去大海。啊，这只鱼啊，敢有可能等到啥？等下你去引江水来带去大海，伊迄个鱼胎敢有可能？现清都无水就会死啊！像咱庄周对这个吼，这个干河游讲的，对不？这鱼啊，都马上无水就会死啊！啊，我那个几杯啊水，给伊是不是当个冻太久？我今日要改借的是三升的小米，啊，你服我是不是？伫这个燃眉之急，你有救到我？吼、哦！啊，等到你甲老百姓收税了后，你要来借我三百两金，我早就死啊！我到夜我都来享受你的三百两金，那叫做是时间呐、啊。迄段时间，因为我时间迫切啊，我今日才吼、哦、用到我最后的这个自尊呢，来甲你这个好朋友借三升的小米呢。啊，这就是咧讲啥？一个人的时间当下。你要给予帮助对方，他会很感恩呐、啊、吼。啊，你啊就讲啊，人要来给你求你吼，甲斗三工者，你怎么甲用一个大饼才大地，对不？啊，等候你当时啊，我有的时阵你再来，我再借你偌济啦？你想，贫困的庄周急需的只是三升米，三百两斤对他来讲是遥不可及呀、啊。吼，啊嘛唔是伊要需要的啊，伊这么先需要是这尔，所以咱的能力啊做会到，不要令你付出啦。啊，咱呢，吼、哦，因为人生真正每一个人吼、哦，咱底下咧讲做好事啊，都要做伫迄个当下，迄个人真正需要的时阵，伊对你这个感念才有大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甲画一个大饼，等后你当时，你的困难呐会过，伊就免来找你啊。所以人生无常，我都互咱家己决定未来一定要做啥，但是呢，吼、哦。咱会当吼分享每一个人的体会啦，平常时啊所遇到一挂艰难事啦吼，啊所以咱有时啊咱两个人情冷暖，哦，这个世间就是安尼，哦，咱讲咱是要做一个及时雨啦吼，绝对呢唔是讲吼啊等候你等候当时呐会当等你人都免来找你啊，你讲是唔是？所以讲时间你要用在哪里，好事你要用在哪里。好事你要用在对当下，这你救也到，那你都爱安怎付出？啊，时间你呢？如果讲这个重点你抓得住，那时间永远站在你这边呢。吼，你特别浪费时光，哦啊，浪费咱的今生，你讲是不是呢？咱的小书记吼，点播一段舞蹈，咱来送给咱的同道的师兄师姐，大家做一来收听母道。
咱即马所收听即块舞蹈，咱林和志师兄啦吼，伊头壳真正有咧甲咱关心啦吼，就是咧讲话那听节目那想哦，咱拜道吼，咱较早有即个吼啊雷符啦，还是讲吼咱的定体保护啦吼，还是咱的天书定体保护，啊，够吼咱的即个福气八宝名啦吼，啊，咱的即、這个啊。五路财神保护，甲咱的文昌符啦吼，这是讲啊，咱徛道最主要，唔是为着迄个纪念品啦吼，是讲啊，都啊来吼，啊，这都啊第几年咱拜道，啊都丁酉年拜道，啊都上三米吼，啊咱以前咱无可能讲啊讲用个一书啦嘛吼，所以咱的金蝉书讲啦，是讲福气八宝面啦吼，啊是讲咱只毛一块大白的雷符啦。哦，这就是讲有所在的人，咱就讲请这大伯的雷符。但这雷符呢，吼，伊这有真济吼，啊，真济咱的导师，也是真济咱的讲有咧讲看风水地理，看到这块雷符，讲哇，这块赞，这块功能真大，吼、哦。无论是吼，咱讲对这个厝场啦，吼，还是讲对咱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磁场，有这个吼，有这个卦咧转吼，人讲捌的。捌咧，伊会知影讲即块功能好，吼，但是伊会较大块，就是咱即卖咧用吼，咱用较艺术的去轻，啊，这轻、個、哦比较较有这个啥雕刻，所以比较有艺术感。啊，这个轻，干那雕这个轻都要2000几块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也是拜道，咱嘛是爱贴一个吼，迄、那个公本费吼，贴2000，但是真大白，真庄严。啊，咱的林和志师兄讲，啊，咱就当用一挂咱的母娘的形象，和咱排在胸口有啊。即毛扁桌石，啊，加咱的黑曜石来雕刻的，有关圣帝君啦、中坛元帅啦、天上圣庙啦吼，啊，搁有咱的千手佛庙，吼、哦，咱会再和咱讲，啊，看咱甲多一尊有缘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就加请多一尊来挂胸口。你看这有咱经过咱10月15吼。咱的三官大帝、下官、水官大帝吼，咱咧祝寿的时阵吼，啊，咱有请吼，咱请去咧三楼干过吼，啊，咱讲高光法师呢有甲咱开光过吼，啊，咱会当请，咱的这个金尊吼雕刻甲真庄严，咱会当甲排咧胸口，吼，啊，咱来讲，啊，都咱送的物件我厝内拢有啊，那咱就甲请金尊吼，就可比讲，你甲关帝有缘，你也请关圣帝君啦；你甲太子有缘，咱讲囡仔要讲太子爷讲来斗修吼，咱就请中坛元帅，啊个，和咱讲开光过吼，就如同咱的中坛元帅，啊，和咱的囡仔来挂平安。啊，林和志师兄，啊，这真理想啊，这真理想啊吼，伊讲这个很理想，尤其是伫庙吼，咱的家己本身咱自信的天上圣庙啊。哦，啊，济公话，或咱即嘛有咧主文阿未来啦吼，啊，中坛元帅，吼、哦，咱来讲，咱姜的本身就有诶神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来甲开工，啊，互人等于吼大事挂平安，那是可以的啦吼、哦，咱已经有啊啦吼，即嘛先有诶，就是天上圣庙啦，关圣帝君啦吼，中坛元帅啦吼，啊，咱啊，搁有吼啊，其他诶神情，吼、哦，咱嘛是讲爱雕刻好，啊，再搁。来开工啦吼！咱拜道是11月18、19、23工，啊，咱请平安福缘的时阵，咱也要登来算吼，啊，看倒一地一个人，吼、哦，咱就啊，讲一户送一地吼，啊，互咱的囡仔挂平安啊，咱本身要挂平安拢会使，吼、哦，这嘛是等于是一种拜道，一种纪念啦吼、哦。来，直接嘛感恩啦吼，咱的孙爷叔姐，这个参与拜道嘛非常的济啦吼。哦人讲吼，咱吼母娘甲咱顾，大细人甲咱顾，吼，咱当平安顺利啦吼。那是有需要服务，啊，咱若要参加，吼，咱直接卡电话啦吼，5916045。啊，咱捌参加过，咱要用传真机啦，5917845。吼，啊，咱呢会当吼用传真机甲传咱的地址啦、电话爱留咧，吼，啊，咱到手啦吼，甲咱内底。家庭的成员出生年月日叫做八字啦吼，人讲四条，咱若知影拢甲写好，安尼甲用传真机甲传过来就会使啊吼。咱姜服务人员呢，会先甲咱登记啦吼，会先甲咱登记，因为咱二楼的道嘛是有限啦吼，无咧讲啊，你足侪人要参加，咱内底都道量好咱参加，啊人讲道登记甲满为止啊吼，所以直接甲咱报告安尼。来，咱的道亲好朋友，
咱也是吼，有想讲啊，梅香师姐，咱来开讲啥吼？像咱林厚志师兄咧讲到所有生肖啊，这个讲属啥属啥，好，这呢咱另讲再来谈啦吼。因为这吼未使凊彩讲讲的，一定要啊，咱讲比较真实的资料，安尼咱才有法度去甲讲啊吼。啊，实实在在，咱未使讲凊彩讲讲的，啊无根据的，哦，啊，人听听嘛，感觉足奇怪，你讲是不是呢？咱要过一段时间啦吼，啊几分钟，啊咱来讲这个啥？咱的太上道祖，你讲一定缘，一念一清净啦，就是讲一集一切，一切集一啦。你讲刹那应行，吼，啊是咧讲到咱人的这个空德之用，为道是种啦吼。啊咧讲到咱的太上道祖。那你甲咱讲，咱来甲用较简单的方式啦，讲孔德之容，为道是从大德的内容，唯独以大德为依从，然后啊，这就是咧讲，咱那是如果讲甲咱甲讲，哎，孔德之容，唯道是从，哎，安尼意思，无去甲吼，无去甲加减啊，甲分贴。有时阵呢，咱嘛阁听无啦吼。从万物皆从大道出，世人难明又恍惚啦。其中有常时显著，恍惚之中事有物，茫茫渺渺却有主啦。精神真纯有信主，其名不去有道妙，其中美妙金极古啦吼，金极古啦吼。所以讲，咱人咧讲渺渺茫茫，每一个人，好，咱讲万事万物万象，拢是对大道本源所生发的。对这个无极，吼，啊来生这个太极，经由这个两仪四象八卦中地甲六十四卦，共384爻呢，吼，咱互相作用而成。所以，因为咱的这个万物当中，该有大道德积在其中嘛。所以，一旦失去了这个道啦，必然难以生存。所以，咱孔武住在中庸内底讲道也者，不可思以离离啦，吼、哦，可离非道。所以，伫咱这个经内底，才有咧讲着讲吼，道生一，吼、哦，一则来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这大家拢知。这道表无极为一为太极，二为两仪嘛。阴阳呢，交合为三，四生，吼、哦，咱才会当生这所有万物。所以跟咱讲到啥？跟咱讲到讲吼，咱今日在讲四小之动啦，也有莫大的空间啦吼。为什么讲四小之动也有莫大的空间？咱佛家咧讲一沙一世界，一花一世界，一草一天堂，一叶一如来啦吼。一沙一极乐，一风一净土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咧讲万物无一生吼。今日呢在讲到这个啥？在讲到讲这个。宇宙的一切，拢是大道德积的滋养，拢是依从大道才会当存在的。啊，咱佛祖咧讲一沙一世界，一花一世界，咧讲到这个空，就是细小之动啦，也有莫大的空间啦，也有莫大的空间。这个空间为对来，就是咧讲到啥？人讲定缘呐，咱会讲见微知者，就讲咱。愈细愈微细事物，吼、哦，愈微细事物，你有去个在意。那么呢，咱对这个见微知者，就是咧讲知者行为，每一个微小的事物，咱讲足细，咱拢对细开始还较大，吼、哦，对小小的错误开始伫累积，累积，累积个变大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未收山，
所以每一个微小的事物，该有大道的存在，也有大道的德用。所以你讲空德之用，为道是种嘛。吼、哦，啊，大道是这种的性物，所以咱的人拢是怎？咱拢干那看大项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未记哩细项，啊，这个细项的微细是咱人呢，吼、哦，定定去甲丰富，去甲判见呢。啊，既然去甲判见呢，咱就无得去分辨到底是，吼、哦，咱讲。微细，先来讲，在这个微细当中，哦，孔子你跟人讲的，还是老子你跟人讲，孔德之用，为道是种。伊嘛一个讲，你为微细去研究，哦，你已经知影，那么呢，你就是一个，你就是一个有法度大胸怀，每一个细事你都管会到啊，你都看会到啊，足细项的代志，你都有法度好去遵守啊。咱人讲一个行为。咱等下讲小错误，你都能够去改，去改，你都能够去遵守。吼、哦，每一个微小的事物，该有大多的存在啊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在天与地来地面吼，无、哦、迄个讲吼、哦，拢干那是大项的吼，即、哦、系三星，吼、哦，即系三星无好的事物。是这个细坑的呐，唔补啦，或讲大坑的叫艰苦，就是安尼。咱即马讲美食行为，你无去个改善，无去个改变，你感觉你做这无啥小恶尔，但这个美食小恶有可能会产生大恶，啊，这个大恶到尾会产生啥不良的后果？啊，伊这连环效应，噶唔是安尼？所以讲情与邪，对甲唔对，孤甲敌，吼、哦。咱今日呢看伫遮，讲对这个势，你会当去反应较大。啊，咱呢如果讲咱干呐目睭看到，拢干呐看到大诶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咱微势错误，咱无去甲改变，那么咱到尾就变成一个惯性作用。啊，迄、那个惯性作用呢，啊，咱就会发生啥？对，发生不可，吼、哦，没有办法救赎的错，是由。微小的动作开始变成一种习气了哈，啊，这种习气到尾啊来，啊，你啊想，对，变成啥大习气？啊，那大习气，你无法度改变的时阵，那你所做出来的代志，啊，当然是有利害于别人啦，哈，啊，那不利于家己啦，好，不利于家己，啊，冇利害于别人，啊，所以不要从微小的事，你不要看小看它。小小的这样代志，有可能制造足大的事端呐吼！你讲是不是呢？所以讲，大多由无到有，伫真空生妙有的状况内底，伊咧甲咱探讨的是啥？伫甲咱探讨讲，啊，你既然啊，先生你了解，啊，那咱就是爱为微细动作去改变呐吼。来，今日今日节目呢吼，咱已经讲啊讲啊一点钟呢吼，咱讲时间就是这么的宝贵啦吼。时间话到就到吼，所以每双日节祝我大家吉祥平安。咱拜六早起吼，九点到十点空中再会，再见，拜拜。